网络热门视频鉴定。视频中的景区是位于秦皇岛南戴河的暹罗岛，这个索道就是暹罗岛的跨海索道，全长1038米，连接了海岸与岛屿。露天的缆车让你好像飞翔在大海之上，在轻柔的海风里坐着缆车，看着一汪汪海水，一层层波浪，海风扑面而来的悠悠景象，依然自得地享受大海带来的闲暇时光。暹罗岛还有高达70米的观光塔，在塔高48米处是海上蹦极，俯瞰大海，纵身一跃，体验遨游海天的刺激，让身体和灵魂都放空一下。暹罗岛还可以游览的景点有观海长廊、暹罗阁、海中喷泉等等好玩又好看的景色。这样浪漫又清新治愈的暹罗岛，你想和谁一起来呢？快在评论区艾特他。